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景豪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熊浩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拉兹啊，改版改了些什么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升龙拳啊，消耗的能量变少，最主要就是它这个二进的波动拳伤害提升就算了，减速效果呢，从以前的递增呢，现在直接变成就是固定 90%。等于说你一等点升龙拳的时候呢，你就有一个几乎就是叫别人站在那边罚站的一个技能啊。那再来呢，爆裂拳呢也没改太多，就是改能量消耗而已。那这能量消耗呢，最主要就是可能让一些接技并没那么准的人呢、啊，有多一点点的机会、啊、能够逃跑或是做最后的击杀。好，那装备的部分呢，我觉得皇冠跟这个面具啊，你是可以是可以去改一下位置。以前我是先出面具，但有人建议说先出皇冠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出皇冠。那我发现其实伤害的确有比较高一点了、啊。好啦，那么拉兹呢有很多的造型，其实呢我觉得啦，每一个造型都不会太丑欸，其实对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一个造型其实是最帅？但我是没有那个寒冰造型啦、啊、好，那拉兹呢比较麻烦一点，就是他清兵线比较慢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呢看到对方的辅助，然后一个空灰还可以，队友全部跟上，奎伦呢跟在后面，但很可惜他没上四等，不过这一波抓完之后、他还是没上四等。这边刀锋过来啊，我们一个漂亮的leg之后，刀锋直接逃难，他以为杀的时候我们一个二技能直接带掉，哦，就是这么凶，就是这么猛。前期呢，打的是还算不错，还拿了双 buff。拉兹清兵线比较烦一点的就是太慢了，而且范围性太小了，你在前面清兵线的时候很容易会被对方 poke， 或是甚至是就是支援比别人慢。那有一个技巧、啊、就是呢，当对方在清兵线的时候，你就躲在他另一边的草丛，然后去做 gank。因为拉兹呢在前期的伤害的确很高、哦，这边的话虽然二技能没打到，不过我们已经先上四等，因为前面的会战拿了蛮多人头。这时候呢，辅助呢好久不见了，哇，这一只叫什么都快忘了、啊，哇，这一次太久没见到面了，哦，突然冲出来吧，吓我一跳啊！好，那这边看刚从小地图上，你就可以知道草丛里有躲着一个对方的辅助。那么大招又快好了，这边特尔纳斯跟我们的配合相当好，他的大招也射到了。那这一波对方真的是倒在中间，完全无法动弹。你有感受到刚刚那三个人的无奈吗？他们三个人就是被控到一个完全体无完肤欸，完全不需要这个打野，我们就把这一波会战打得很漂亮，还顺便吃掉魔龙。那这时候打野呢去反掉对方的红 buff， 会战是打得很不错，而且我们换血呢换的也很漂亮。我们在前面先收掉法师嘛，那最后一个局面是三打三，那么大招又刚好好，所以呢刚那波会战呢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啦，好不好？这边本来想说上路可以支援 gank 一下，但对方都拉掉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拉兹呢在中路的时候，哇，这边人太多了，马上立马交闪现，不要犹豫，因为对方人三个人围在一起，这有点太多了。像这一波打的话呢，就有点不小心哦。我们只是用一个普攻进去探草，那这个我们辅助没去探，你自己去探就很容易遇到这样的事情。但是还好我们位技能够多啊，那这边就尽量的 poke 去消耗就好，不要打出去。你可以看到我们一直站在很塔内，因为对方刀锋如果刷起来的话，这会很麻烦。那龙马呢从上路赶下来了，我们这边的话中路就只能持续做防守。那奎伦如果去打的话很容易会被抓掉，那这一波真的没办法打，完全没办法打，因为对方人太多了，那加上我们的人都残血，所以就只能这样啊。那艾罗呢从天而降，是收掉了两只啊，但最后自己因为冲到对方塔内啊还是会嗝屁啊，但算是有惊无险的守下了中路啦，中路没有被对方防御塔没被对方碰到，所以整体也还算 OK， 是小亏一点啦，毕竟这个人头损失的比对方还要来多嘛。但其实前期我们也是换蛮多的，所以就还好，并不会差距被拉一下子拉太近。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在打这种劣势团战的时候啊，已经对方压塔内了，你首要的是要把兵线给清掉。因为呢，这个兵线清掉，对方如果冲防御塔内要塔杀你的话，哦，一来呢，他会被防御塔打；二来就是对方也没办法推塔，所以如果必要时刻呢，不要长招，直接用大招清掉兵线。那兵线已经来了，但我觉得对方中路不知道会不会来吃这一波兵。那我看到对方刀锋，这边先用一个二技能拉掉，
那刚刚呢，因为对方的莉莉安的变换形态的关系，所以刚刚那个波动拳是被他免疫掉了。莉莉安在变换形态的时候，技能是会被免疫掉的伤害啦。好，那这边对方的辅助躲在中右草，我们就不要再用脸去探草了。这时候刀锋在上路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的是左方的草丛。你可以看到我这时候进到右方的草丛，为了就是不要让对方刀锋有机会 gank。你可以看到从小地图上已经看到他们就是从左方草丛出来了。那我们的人呢，并没有直接包过来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太前面。这边刀锋过来了，我们大招把刀锋拉回来。那这边很危险哦，一个闪现果断缴出来之后，一个二技能缓速。那我们这个爆裂法杖出来了，清掉了这个小兵之后就直接回家，因为这样才来得及回来满血回来做防守。好，那这边看到对方已经直接拉进来，我们这边大招先稍微留一下，因为我看一下队友在附近，那稍微把大招扣一下，我刚刚可以直接打到两只，打到莉莉安身上。那有时候呢，其实队友的脚步啊，就是这么的速度就是这样，这个官方设定也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不是说看到队友来你就马上要把技能全部缴光哦，因为这样很容易会让队友跟不上。那再就是拉兹，他不是一只有技能就一定要进场的角色，大家记得，有时候看有人玩拉兹啊，又很凶打一套进来，就对方没死，然后自己就完全没有逃跑的这个余地了。所以把对方打残进场之后呢，你才有一个逃跑的余地，因为比较容易收割嘛。那收掉一只之后，你再用闪现拉掉或什么的。好，对方的力量是感觉就是想要弄死我，我们这边就是做一个 poke 拉掉就好。你看到中塔呢，兵线已经进来了，但我们血量其实不太好，所以这座塔很基本上必须放掉，因为对方的状态很好，而且人也比较多。你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有点被压回来的感觉，因为上路的塔没掉，他们塔没掉，但我们塔掉了。那再来就是中塔也掉了。那对方呢，现在呢走一个，你可以感觉出来对方的龙马开始在参加团战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要打团战的时候，你就要意识到对方凯撒路是不是已经过来，因为这是一种习性的判断了。那么这边果断用大招拉掉，因为对方人太多，而且刀锋在后面。那你在打团战的时候啊，拉兹打团战其实最适合的地方还是河道哦，或者是比较狭窄的地方，因为这样你的升龙拳跟这个大招啊，才比较容易一次控制到多人。拉兹的控场呢，其实并不是说。以 AOE 来讲 ，AOE 的团战的控场并不是特别好，必须对方呢站得很紧密，你才有机会去做出强控。那这边很可惜哦，对方的状态实在是比较好。那我等等，这不能再死任何一只啊！我们再死掉一只，很有可能会被直接推掉高地塔。那这边的话，对方这个中二塔基本上是可以拿掉。那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打稳一点。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对方的气势已经拉回来，已经打回来了。那我们把这个高地塔守下来就好。那中塔的话就由射手去守，那我们去守一下这个上塔，而且上塔兵线比较多啊，所以赚的钱比较多啊。私心来讲，当然是要来守上塔。来这边看到对方，哦，草丛太多人吧，他的草丛里有蛇是不是？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对方的莉莉安呢，血量刚刚是。不太好的，他身上有红 buff， 那我这边的话被对方这样接连 poke， 血量也直接剩下一半。好了，这个为了怕这蓝 buff 被拿走，所以我们只好把蓝 buff 拿走。这边对方力量显然很惨了，我加上这个暴力法杖直接收掉他。那这一波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艾若选择撤退，那我们 也直接退。但这时候队友打出去，你可以看到自己现在就是一个评估啊，你的血量跟这个队友离你的距离。这边龙马在草丛，他刚好缴掉技能，所以他没办法伤害到我。如果刚龙马大刀戳到我身上，我大概就死了。好，所以这边呢还算不错，把对方再打了一波反高潮回去啊。哦，有点，刚刚有点小逆风，我现在就再顺回来。那。你可以发现我们这套装备的这个生命法杖是很后面才出啊，所以会导致其实拉兹的吸血能力本来就超差的，本来就没怎么回血。那如果生命法杖你舍弃掉这个吸血的话，换取攻击，你就在前期会比较常要回家。好，我们这边就做一个遥远的 poke 就好，先看到力量位置，再把大招拉出来，直接收掉对方力量的人头。那这边我们的。这个叫维罗啊，我想起来他叫维罗啊，有个埃罗，有一个维罗。其实你知道，你想一下，如果
你是这个官方，每出一只角色都要帮这只角色想名字，这头也是很痛的，而且基本上每两个礼拜就出一个角色。那这边对方的骇牙在偷拆，所以呢，你势必必须回去守这一波兵线。这波兵线太大，有点多哎，这是有两台炮车，这上塔很快就会被推掉，我势必必须回来守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他们队友发现了，我回来守的话，就应该要拉掉，因为对方的骇牙其实就应该是回去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的维罗呢？他说了死不来，其实我不太知道，但是我势必是要回来守上塔的，而且法师清兵线速度其实蛮快。我跟你讲，回去守塔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再怎么样都不会轮到辅助来做，因为一来呢，辅助回去守塔的话，那就没人坦伤害，没人支援撤退。那二来就是其实清兵线能力来讲，等下这边的话，我们必须缴全招直接拉掉、啊。那这个对方的汉牙刚刚是蛮凶的，但还好没有凶到我。有凶到我，但我还是回家了，哈哈。那我刚才讲什么？哦，对，就是以去清这个回程清兵线来讲，因为辅助啊是一只可以帮助队友逃脱，或者是开战，或者是卡住对手这个攻击的角色。所以如果辅助回去清兵线，就表示这座城有再强的攻击手，你没有一个城堡、啊、去守护着这些攻击手，那还是很容易会嗝屁啊。所以呢，最好的回去呢，基本上会是法师啊，因为法师的清兵线速度比较快，或者是战士，因为以输出来讲，战士去回去清兵线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哦，因为你还有两个输出手嘛，还有法师跟射手，那这个还有一个刺客打野，所以凯撒路的人回去守兵线其实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。但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谁要回去，反正我跟你讲，你是辅助，你千万不要按回城就对了。死不按，绝对不要按啊！除非你剩你一个人，那你就赶快回去啊！不然的话，基本上都不用辅助，就不要按回城，你给其他人去按。因为很多时候就这样，突然就是明明就就对方一直在上路位，两三只一起按回城，然后大家很有默契，在想到底是谁先放弃回城？要么就一起放弃，要么就是大家都不放弃，然后可能那一波就可以推到高地塔或什么，就大家都回家。对，就是常有时候会这种没有默契的局面，蛮搞笑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路这边，这边本来想说要单抓一下莉莉安的，但是对方的人都从左方冲过来了，我们就先拉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等一下队友的位置。那我们呢，主要是一个 poke 手，如果看到有收割的时候呢，再进场。像拉兹跟这个奎伦的组合是很不错的，因为基本上拉兹是很容易把对方打残，那奎伦就可以做一个最后收头，再刷新技能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最后出的这个恶魔的微笑，因为恶魔微笑对拉兹这种 poke 型角色来讲，还有暴力法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如果二技能碰到的话，基本上他就哇，这个我技能接得很顺啊，但很可惜啊，很可惜没打到人。那我们的队友还是最后还是收掉对方的辅助了。好啦，那这一波兵呢进来了，我们就稍微的拉，继续拉打哦，反正我们有天空巨龙。好，那最后呢这一场呢就有惊无险啊，中间差一点被对方感觉好像会推回来，但最后还是守下来，并且最后反败。好啦，如果还想看玩什么角色，就在底下留言，或是最近对，就是想看什么角色，在底下留言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如果觉得这个拉兹打得不错啊，底下留言666。那新的频道也记得去给他订阅一下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